你先别慌，我去看看。可惜什么？他死了。可惜他还活着。搞什么？原来是玫瑰预言啊！换个别的颜色不行吗？搞得跟自杀一样。好了。他就是你老板啊？他真的只是晕倒啊？从脉象上来看，他常年过度劳累，这两天又气血不足，不过没什么大事儿，扎两针就好了。气血不足的话，我是不是得给他炖点鸡汤或者买点人参，还是要送他去医院啊？嗯，你谁呀？他谁啊？哈哈，没想到吧，是我。你们怎么在我家？我来拿稿子呀。叶青让你过来的。可不嘛，瞧你虚的，洗个澡都能晕倒。你是什么情况？气血不足，老毛病了。冰箱里面有吃的，帮我拿点过来吧。你去。嗯。腿麻了，走不了。这位是我是他邻居，刚刚是我送他过来的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先下了。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先走了。